第六题，呈上题，请问下列关于原生及回声的比较何者正确？老师上课时候强调过，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，它的频率是不变的，所以回声跟原声的频率是一样的。选项 D 说原声的频率大于回声的频率是错的，因为频率跟周期互为导数，所以如果频率一样，周期就会一样。所以选项 A 说原声的周期大于回声的周期，这个也是错的。那么老师上课也强调过啊，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速度是一样的，所以选项 C 说原声的速率大于回声的速率是错的，应该两个速率相同。所以呢，只剩下选项 B 呢会是对的，原声的振幅大于回声振幅，那是因为我们打到障碍物的时候，能量会损耗，振幅所以才会变小，所以呢，选项 B 是对的。第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关于原声及回声的比较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原声的振幅大于回声的振幅。